天等就是我的名字，天空的天，道德的德，成呢是工程的成。今年我69，明年满70了。装饰就很多，这个装饰就讲的是传统工艺技法，传统工艺的技法。这个技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工艺技法都是专用名称，几百项，统计起来有743项。好，那么我们只讲现在重庆一般能够做下所需要的，两个是镶嵌、镶龛。蛋壳镶龛呢，也分成四大类，一个是整块龛，因为鸡蛋还有个要求，技术上还有专门的要求，去两头保留中间，鸡蛋是个椭圆形，把这两头切掉，我要中间那一段，为什么呢？相比呢，它比较平整，两头啊，因为它涂的看起来不太很平，所以说它的工艺上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同时要把里面的内膜蛋皮要去掉，剥得不干净，你做下是失败的。传统型的只通过传统的模式，手工的那种模式，那么它才能产生一定的价值，能够受人们的欢迎和对一个产品的尊重。清如油，明如镜，扯起弯钩钩，照见美人头。这是对中国大漆的高度概括，表示漆的质量是属于上乘，很好。走近了，你的人整个头像都在画面里面的；退远了，它就是一幅画。归纳拢来，最后的一句话：中华漆艺博大精深。96年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住在剧院附近嘛，然后他就贴告示，登报纸，在学校里来选学生。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5年级，但我这是很晚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在复试了，就最后一次筛选，就准备贴公告了。那时候我才去，就突然冒出我这么一个小孩，然后没过几天又张榜，一看就有人。有我的名字了，后来我父母就问我自己嘛，就愿不愿意去。小孩那时候我就觉得去了可以有好处，就是不做作业，对吧？但我又胆子小，我又怕翻跟斗，我也很纠结。后来我权衡了一下，去吧，不用考大，他因为小时候听说考大学很苦啊，读书很累啊，我说那多好，不用做作业，出来就工作，好啊，去。
他就禁止跟我父亲我们去下户口搬入学，这样子就子户穿绝了。我们一批同学最小到大概也是十岁左右，最大的也就16岁。因为有居民的老师，有学校的老师，他们是通过，应该是通过层层筛选吧，他们自己也对我们需要的演员他们有个衡量。比如我们演员戏曲年分生旦净末丑，我们比如生叫4个，旦要10个，丑要3个，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找吧，有几个生有几个旦，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找，就找起来。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先归行当，然后再看你的嗓子。那嗓子那时候很多都处于变声期，也不知道能不能变出来，所以戏曲演员很苦。你像我们这样30-40个人，如果能出来1-2个就很不错了，你不可能全都是女演员全都出来的，不可能的，所以淘汰率很高的。因为戏曲到目前来说也不是很景气，外面的诱惑也很大，对你的刺激肯定很大了，然后呢，周边的那些朋友啊，他们对这个东西，他们首先是不了解，而且说的更多的有的还是有些排斥，就唱戏谁看，让我请过来都不看，这样的人也挺多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戏曲演员，就从他的心里边，多少会有一些让他有些不稳定的因素在里边。然后，而且呢，怎么说？戏曲演员就像我刚才说的，在40-50个人里面能出那么演的就不错了，很多人是在下面甘当绿叶的。你说那些绿在红花还好一点，绿叶的话他们波动性就更强了。像我们现在，我们当时招了40多个人，现在留下的大概有一半，又走了一半，也有走，他们就是从事自己比较觉得那方面更好的，也就是确实是不太适合做演员，转做舞美呀、化妆啊，其他部门的也有，就跟你自己的条件了。一部好的剧目创作自在演出，又回炉，又重新改变什么的。像我们金子吧，从96年开始，差不多一到002年，零几年，就断断续续一直在不断演、不断改、不断演、不断演。都是这样子的，就直到一个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好，我们就定吧，就不动它了，就这样子。有的戏比如说演的还在改，还在改，一部戏改个5-6年很正常的。我们有就像日常演出的那种传统制作的戏，每周都要演，然后你每周星期6演嘛，然后星期1到5就是排练嘛，然后你自己还要学习剧目嘛，自己学习剧目，剧目里面有的什么技巧啊、唱腔啊，自己得练嘛，对吧？然后还单位的，比如说排练的，比如说新编戏那些戏，也得他们也得抽时间插进去，也得排练，也得还有一些突发的演出，也得排练，也得练功。所以怎么说，我们的休息时间很少，基本上每周就休息7天一天，基本上正常情况下啊，不正常的就不休息了。朋友们叫我就是以前呢，从小喜欢绘画写字，啊，后头都看到那些传统木雕，哎，很漂亮哈，就拿起一般的木头都跟着去照着去雕，啊，雕了这个原来不晓得黄油木雕，后头听别个说黄油木比较细的嘛，啊，后头跟人家都给了我一点点，我就照起雕，我觉得那个木雕确实好，啊，后头慢慢慢才认识黄油木雕。我和我们师傅认识比较巧合，然后介绍那个就是柯大师，啊，当时很震撼，因为当时我就是我喜欢的，我心头喜欢那种摆件的，最好的我从来没看到那个漂亮的东西。好，然后我就根据报纸上的线索，一点一点的搜，最后搜到一个医科大学的名字。柯老师听说我比较爱好，他就喊我坐车都到他大公馆他家里面去，好，那个才慢慢慢认识了黄油木雕，认识师傅。
从此后就改变了我的那种生活。接触了师傅过后，因为我以前学了传统的学了很多年，我也拿起去看了那个，看了我以前的东西嘛，给我们师傅。好，看了过后，他觉得我还有点基础，还有看到我那个热爱那个东西。好，后头我就说，我说我当你的徒弟，师傅就考察了我，好，看到我的家庭支不支持，还有工作单位有没得时间。好，后头师傅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跟着师傅学那个东西。我家的主题，我们师傅家的主题主要是青蛙，啊，我家的主题主要是茶，啊，有时候聊点壁虎，啊，但是它的载体的话就很多种，比如枯叶呀、竹节呀、莲蓬啊，反正大自然很多，就蔬菜、瓜果之类的都可以。我们聊的东西都是说，都是和自然息息相关的东西，都不是比如像传统的龙啊、凤啊都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哎，我们都聊的是大自然那种体验于生活的东西。要出去找创作题材噻，像昨天我才找大主题采了苦荷，对吧？我们师傅都是，他都是，反正出去耍时间走到这儿都是零星各种创作题材，到处找都是。就是创作有时候想的时候比做的时候多。我们师傅那些枯叶都是那个国家博物馆收藏那些枯叶，他看木头读木头读了两年，一直想不出来，最后花了。可能两个月时间把那个做下，或者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嘛，那就比较期待。自己爱好的时候比较多，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你时常你是很辛苦，但是从中得到的乐趣，你亲自去做哎，和你没亲自去做那种，别个是体会不到的那种乐趣。尽管熬夜呀做啥子，但是精神状态很好，有时候能熬到夜，到了四五点钟你还睡不着，经常都发生这种情况。你那种都属于。你爱好他给你带来的乐趣，让你很近的，那种很有成就感，反正搞那个目标。我们传承的都不是那些传统的，也不需要交任何学费，只是有那个缘分，对那个目标。我们从我们原来师傅考察我一样，最大的两点就是：第一，你不是真心喜欢他；第二呢，就是说一个是人品那些好，那个非常重要。我们师傅原来经常强调这个事情，那是排到最前头的。好，然后非常喜欢他，然后你自己最好还要有并且把个人家庭和生活安排起走，在越狱你静得下心的情况下再来搞那个。你如果走起来你就想以那个为谋生的话，根本不得行。因为你从整个学好一直到接触那种市场，你要通过很长的时间，你走起来就想靠那个为生那个活呢。家本来是做点翠的，然后在就是祖辈是做这一块，然后六岁的时候在重庆，因为很喜欢戏曲，然后其实花丝镶嵌和戏曲是密不可分的，包括点翠也是，然后当时就觉得戏曲上面的头饰非常好看，然后就通过戏曲这个方式接触到了这两个人。机缘巧合之下遇到我的老师，就是教花丝镶嵌的李昌义，然后学到花丝镶嵌之后，我才决定把点翠这一块重新恢复起来的，就是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这样做下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当年我看我读书读得特别早，我是5岁半就读小学，然后小学读了5年，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才16岁。我妈就想问我读什么专业，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会读会计，只是觉得当时学一门技术可以出来拿工作比较方便，我就说那就读会计嘛，而且当时会计又是工商大学最好的一个专业。进去之后读了2年，就真的发现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就给家里提议说我不想读这个。后面正是因为戏曲，当时因为我在学校帮学校通过戏曲表演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当时正好艺术学院的院长就知道，他就说愿意就是让我过去。其实当时如果说我们家里说小时候不让我学这个，那可能大学我转专业就很难。但是这个戏曲就是说等到了可能10年之后，到我16岁的时候它就真的有用。戏曲里面的服饰头饰它都是中国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最直观的表达，所以说我大部分灵感都是来自于戏曲里面的。花
花丝镶嵌从它的历史其实很早，从那个商周时期在那个青铜器上的金银错，然后到唐代的时候花丝镶嵌的成型的一个很飞跃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属于那个宫廷文化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它通过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一个历史磨合，已经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现在很难去让它突破。对于以前技艺的学习，其实我们现在做花丝镶嵌工具这些已经比当年先进了不知多少倍，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东西顶多能和当年媲美，但是无法超越。所以说我经常在想，如果说我们倒退100年再用当年的东西来做，可能我们做的东西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的原因，就是我无法用当年的技术做出当年的东西，我顶多能用现在的技术去恢复当年的东西。第二块就是设计方面的，因为对于我身边的人其实分为两大块，第一大块呢是很喜欢中国传统元素和他们就是这种文化熏陶的，他们对于这块东西就很容易理解和掌握，就是很认可。而另一块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是从国外学习归来的，很多可能从中学小学就出国了，他们接受西方的那一套的那种艺术审美和艺术价值取向，结果反倒对这一块东西呢他们会觉得没有意义。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在设计上面一直想突破的，就是如何去结合国外的一些理念或者说一些设计方式来改变花丝镶嵌，但是可能这是最难挑战的一个东西，因为要复原技术只是说你在刻苦用心上面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要去结合创新的话，就可能真的是你的天赋和你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就是灵感来源。如果说你想不到这个点，或者说你没有这个天赋，可能一辈子你做的最好的就是把老的东西完全的做得比它更好，这个就是很好的。如果说你有这个点的话，可能你就是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创新突破，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就觉得学的太少了，就是觉得有点跟不上自己所演的角色的那些他的一些理解啊，一些台词啊，那些意思的。现在我对川剧是比较钟爱的，因为毕竟有20年了，很多人我觉得现在我们同辈的吧，也是对川剧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那些老先生，我们剧院的老先生70-80岁还在演出。对他们的创新的爱比我们更深。比如说就像当年学戏曲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家里也觉得不理解，学戏曲没有用。其实包括我但是我后面给包括我在大学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是说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学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的时候，只是说可能在你现在你觉得没有用，但是其实这像一颗种子，它其实一直在生根发芽，直到可能你过了10年、20年、30年，突然这个东西你需要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有这个果实在这里等着我去摘取的。自己喜欢，家人支持，然后个人你在雕的过程当中，你接触的东西和事能够使你很安静，跟平时的爱好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是有改变。跟以前和朋友喝点酒啊、打牌呀那些，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都是喝点茶呀，平时和朋友。爱好那个圈子里面之后，我觉得还要有意思一些。我们师傅原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跟我说，他说黄杰，他说你像以前的生活，一直喝酒，一直打牌，10年过后，我看到你可能还是那个生活状态。但你跟到我学10年过后，你都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我认识，因为我们师傅毫不保留那个教我都毫不保留教徒弟。我希望那种呢，都是。没得那种金钱的那种，在没金钱的基础上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